What on earth have I done wrong? 击败色戒，荣获金马奖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，称霸亚洲，勇夺鹿特丹影展亚洲电影奖、金马奖四项最佳剧情、最佳女配、年度台湾电影度杰出电影工作者，史上最强，绝无仅有，获奖连连的超重量级。干他妈的！秋意很不爽，干戴假发，哎，完了，好拿掉，干，然后我们旁边不喜欢拍下来，等下我抠鼻子就是暗号，而且我一抠鼻子就要上，进乐界的时候还要检查屁眼的，要咳嗽要。屁眼。导演钮承泽勇敢自拍，大胆自白。钮承泽大导演的戏里面，男主角每一部都是钮承泽。我们这要拍一个很新的、很新的类型。真真假假，你知道台湾现在社会的现况，那些政客的嘴脸，媒体的荒谬，你他妈还想当李安？我他妈还不想当黑社会。你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爱，你甚至不懂什么是做爱。被拍到了啦！拍到什么？你隔壁人家陈哲，你把我放哪里啊？你妈怎么这么信媒体讲的话嘞？我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啊？到底什么是真的？我跟你之间那么久的感情，好像就只是一场骗局而已。Ella、郑元畅、小 S、蔡康永、邱毅、罗文佳、蔡启芳、屈中恒、丁宁以及王佑曾，情意相挺。每个人都有自由使用自己身体的权利啦！钮承泽搏命自拍，你怎么很想爱我？张钧甯含泪演出。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。4月11日，坦诚相见。为什么不先拍几部电视剧赚点钱，再来拍电影，就不用伤脑筋了？我都40岁了，好不好？不要一直拍下去，我要有作品嘛。